六畜六兽那六经啊。来，导数第四行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之见，我身已尽。患恨以利，所作以作，自是不受后有。所以佛法有那时啊，并不是遐深遐难，不是很容，不是很难懂。不过你若多接触、多思、多听闻那三宝的开示，你就了解哦，原来迄是无正常。啊，那你若唔捌听过，你也感觉有种种颜色是有啥物唔好哈。你得了解啊，迄是无常，所以卖常常去用迄见色去，啊，你自然你就我都进苦，啊，那无你就我都进苦。哎，佛说此经理哦，诸比丘闻我所说欢喜奉行啊。修行人一定有修行人惊的外境。啊，迄惊的外境哦，你若我都未去念着，安尼你都较会我都解脱。所以你爱比较，有阵时啊，咱无亲近善知识，咱毋知影人修到啥物程度，所以爱参访就是安尼。你若是参访了，你才知讲哦，啊，原来因对这物件拢已经远离啊。啊，比如讲啊，人都已经。每个摸到车的，啊，一摸到车就拢变变出来，啊，你了解，你才会当了解讲，哇，啊，原来安尼叫做真正解脱，啊，那无，唔是，哦，有的人当作讲，啊，你受病吼，啊，吸到迄，你就爱吐出来，你是不是肠胃有问题啊？像我肠胃遐好吼，啥物物件食来拢会当消化掉，哈，啊，无论啥物螃蟹也好吼。哦，还是什么猪肉啊，好，食食来拢会当消化掉。我肠胃偌健康的哦。好，其实安尼不是好代志哦。那表示讲吼，你拢毫无选择余地哦。你的身躯就敢那坟场，动物的坟场，啊，尸体的坟场，坟场啊。好，有人讲。嗯啊，有悲是不是会当？所以有一挂动物的诶物件嘛，会当做药啊，吼。哦，那有人用食杜姑那做药啊，吼。诶，这是食什么？哦，牛角啊，什么骨吼，来补充钙质吼。虽然迄暂时会当补充咱不足的所在，啊，不过吼，我们宁愿吼靠其他方法来改善。即使伊是药啊，用动物的物件来做药啊，即使伊会当医咱的病，不过吼，你也知迄伊迄食了了吼，咱的身躯就变作够动物的物件，啊，身心就会粗重。啊，其实迄是业的，愈来愈重。所以虽然暂时我都医病，不过迄业的较重。那安尼时吼，宁愿卖去食迄个药啊，你也当用其他的方法来医。好，看你要用什么草药也好吼，还是要用什么心理治疗也好，尽量卖去用一款有错的物件来当作药啊。哦，因为人搁再去摸迄个，敢若。有点破戒的意思，啊，破戒吼，是会让人身心的业愈重的。啊，那安尼吼，宁愿医不好，就安尼走嘛好吼，卖尽量卖去卡着这世间无好的业缘。所以有那时啊，人来问我讲，迄动物用动物来做药啊，啊药会当医病吼，安尼是不是会使食？那站在修行的角度吼，迄就是一旦一杯吼，我们也宁愿选择其他的。
看你要酸草油也好，还是要透过心理治疗也好，哦，有时啊，心理健康吼，身体都会都会健康哦。哦，用食疗哦，唔免一定爱食着迄个动物的物件，咱来治病，较算做真正爱医病哦。啊，尽量卖去摸着迄款的哦，安尼哦。这样的真正清安，身心较袂出众，无常法较会长，再来两百页，两百页嘛，各有重复的所在，我们看到，我们直接跳到导数第五行，这种因缘生受苦乐，不苦不乐，彼也解脱，我说彼解脱，生老病死忧悲恼苦，佛说此经之后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，如说一切无常，如是一切苦，一切空，一切非我，一切虚业法业，是业，一切破坏法，一切生法，一切老病死法，来，一切烦恼法，忧愁烦恼即灭。再来，一切知法是法断法觉法作证，一切魔事，一切魔气，一切染炽然，一切烧，皆如上二经广说。闻所成慧，这里瑜伽师弟都来在讲，有五明，咱爱清楚的，第一就是内明，再来就是一方明，再来就是阴明，这五名吼，嘛做这个人讲啊，来这世间的我都全部拢具足。有的来做医生的吼，啊，有的来研究语言的吼，来有的来做逻辑思考思维吼，所以有很多需要学的吼，这东西，咱菩萨因地所要具足的吼。啊，内明其实就是咧，医生的吼。啊，一方面就是咧医生咧，然后不管医生也好，医生哦，医生啊，医生哦，拢是需要了解四圣谛哦，四谛哦，什么是苦，什么是苦的基因，啊，要咱灭这苦，啊，要咱永远灭个苦到底。苦集灭道，因为每个苦就是到底啊。好，爱知啊，什么是苦，什么是苦因，阿免那灭苦，阿免那因为每个苦到底。啊，身躯嘛是同款，免那知啊新的病苦，阿免那知啊引起身躯破病的病因，过来免那吼。身躯个袂破病，让身体痊愈，迄嘛是灭谛。过来，免咱预防咱身躯永远都袂破病，迄得道谛。所以不管心也好，身也好，通通要了解病的苦相，甲病的基因，甲病的消灭，以及病的永远。不让他生，预防的地方，所以道地是预防，预防他永不生啊。因明生明，功巧明，即透过意业
推理来摄受有情，透过口业善巧方便来摄受有情，再透过身业工巧方面来摄受有情。这是自利利他的方法。